来音乐抢不同，你好，我是易伟，你好，我是浩明。我们现在谁最抢不同的嘉宾有 Mr. 会不会感觉到这个游戏好像有点不公平嘞？这一堆男生对我们两个女生，对，各位就是人多欺负人少，然后男生欺负女生，我过来帮你啊。没关系，因为这个跟男女没有什么关系，跟力气没有关系的。对，这个跟技巧没有关系。对，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 Cup Flip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呢这边有十杯水 ，OK， 然后我们要喝完了一杯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把它倒过来 ，OK， 然后倒下一杯，倒下一个，看谁可以最快完成。一二三。好玩吗？再来时候再比赛。好玩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还意犹未尽。